你练好车，那老师礼拜二老师面来吧，那哦，照着那老师讲话也等于要等下了嘛。我老师来完密码了，还是不是也现在批答案了是吧？等没他了。好菜老师，到那里面多老师一场一场里面都是没有了，一场里面都那就是一列老一列四声列，一列好车嘞。老师一说说说说一声说，一说床一说床一说床，就是累的是飞机飞机右边练词就是驾一架飞机。一架飞机，老师讲那也太忙嘛，不能。你说你讲班，然后，universe 就比较神老师，没得啥一百姓，老师这是你那一套股票的，弄个未来看有的嘛？一辆火车，一辆火车，一艘船，一架飞机，这书就是面子，面子，面子。面子是地主，地主的头就是包，一包面子，一包面子，一包面子呀、啊！老师，懂里懂哪去的？咩的？那个一架飞机就一艘船，一列火车是吧？啥的嘛？老师懂啊啦？没有过哦，一包面子啊！老师感觉嘛懂了。哎，请帮我拿一下一包面子。哦，面包那个什么，把地主的头捞住了，别不哦？啥就是信，信也没有表示封一封信和无一封信。封啊信，啥也牛逼哦！昨天家里到了一封信，明天是英文啥的啥要的不？一封信，封就是信也连词，牛逼！所以啥的啥就是一封信，封啊信也连词，一封信了嘛，怕不能，不是一封信，一封信，啥的啥？哦，啥的啥？那巧克力，巧克力就是 chocolate。chocolate 的不那不，所以不的不那不和和那懂嘞，一和。啊，老师，读书也是老师，读书嘛嘞，老师读书也，读书嘛嘞，读书这套书都是读书的补习啊呗，喏。那老师那天嘛感觉读书做的行不？但是老师，一和的东西啊不喏，一和面子，一和面子，的套数都行喏，一包面子，的补水呢和一和，面子，你比方说一盒巧克力，那 fantasy 班就是花，班牛表练词，一束花，一束花，我把这些围起来不？我什么？一束花，那 theresa 的啥？theresa 就是报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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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纸的练词就是一份报纸，一份报纸，一份报纸，theresa 的啥？亏就是果。亏就是亏链词，就是一只果，一只果，脚就是猫，一只猫，一只猫。C 用就是医院，C 用的用处，老师讲到一个医院什么不懂，老师好好小打几下嘞，么懂那怎么样写嘞没？一所医院，一所医院，C 用的哟，一所医院。哦，嘛谁多啊？C 用的这 C 用的户啊，C 用的有碰他嘞，他开了一所医院。他还能一个医院都懂了，那没有丢啥 level 都没有地位，明白了，说都地位，所以不能用的。一所医院，到的到，到就是山，到位练词，做一座山，一座山公司，老师先把这个稍微牛逼一点，那练词是可以用在一家公司。问题就是没工别的了，一个问题，一个问题，CRDL。老师，一位老师懂不呀的咯？一个老师属于讲大家懂的，一名老师，一名老师 CRDL。比如说，就要来 CRDL 聘请呢。我长大的时候，我想一名老师，我想当一名老师 CRDL 聘请呢，属于懂不呀？哎，鸡蛋啊，笼里的练习就是颗呢，懂的？一颗鸡蛋，一颗鸡蛋，就有的咯。班里也是笼里的这颗。一颗苹果，一颗苹果，这边这边，一棵树，这边这边叫一棵树。那老师啥么嘛？老师练词，我得叫我签名嘛，啊，各种地方签名嘛，所以老师练词得叫我，你有必要老师得叫我检查不？那老师今天讲到有 SCM 了，SCM 先把得查理进了，对，讲到过完 SCM 嘛，那老师有啥？那爸妈路不嘛没白头呢？老师你来老来不买一点来了，爸妈路不要买。差不多，所以老师不马路背头，那老师，那高中一那样老师就差不多，那老师，老师当那种一样网红了，过也过半，永久 SE 嘛，这是老师的，老师的。
你录哈，你录去呀嘛。老师的老师也欧早，那木那这边差别啥啦？张大张大也那么大，张大也跟不上破米点呢，忘记了张大跟不上100倍呢。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啥么反应的嘛？老师有优越感吗？自我介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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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饮。把这给它背上，自我介绍，自我是吧？咪咪咕咕咪咪介绍没啥的，咪咪咕咕咪咪没啥的不？那、no. 哎，老师，老弟把你留来看嘛？哎，你给我介绍一下自己啊？你咕咕没啥的不？自我介绍，啊，当成文化了呢？自我介绍，自我介绍，那老师怎么样？先说来看嘛？哦，挂边，大家好。阿龙呗，明个啦吧？哦，共同世界嘞不能，过表达过没说到，明那谈话皮嘞嘞。大家好，我叫万小姐，然后万小姐皮吧嘞，所以老师讲那的万小姐你也嘛罢了咯，就是过那么个台不能，万小姐你也嘛啊，明过那么个台啊没？我叫万小姐，哦，过那么个台没？我今年21岁，啊，等你嘛。过得过去没？哦，我今年21岁，啊，今年啊，等那啥，等你批吧呗。啊，老师说了行。大家好，我叫李振宇，我今年31岁，我家里有6口人，我家里俺姨妈有七八嘞，6口人说没大叔才有七八嘞。那过姨妈过去也没大叔了，说太阳们没姨妈没大叔不了七哟。哦，过爷爷这过了说太没啊，他们是多少批八嘞？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所以你他们是俩吗？国民大叔嘛，过去了是没？啊呸！啊妹，啊妈的要呢？啊哥的要？啊你妈的要呢？啊批吧的，那说嘛和我。那妹的哦，妈的要是也是两个姐姐，妈的要是两个弟弟，挂不？国民大叔嘛是了，老师啊妈的要也是去那个喏，傻逼逼要命的，那老师的家龙眼巴又多。我比较去看比他的 SC 写的礼物吧，那老师礼物个写出来的礼物我等他了。大家好，我叫万双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另一帮人拍啊，自我介绍，房子也咋拍？啊，等上好，包给我们拍，别人等下拍。不对，对对对。高兴明明啊，平平，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不能买股王。票。哦，大家好，我叫李文子。我叫蓝莹。我今年25岁。哦，我家里有四个人。这苦。他们是四口人，他们是妈妈、姐姐、弟弟和我。好，九十三，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辛俊晋，我今年26岁，我家里有四口人，我们是爸爸妈妈，他们是。他们是爸爸妈妈，我一个弟弟，哎，我按一脑松马个查嘛，一个妹弟，一妹。个我按脑松马查嘛，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我，我按脑松马查嘛，变标他们是，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看我。你看说说话比较理要的，不比较俺要去我玩。爸爸，嗯，点我标，家里有五口人，好，好，那老师，我家里有
哥啊，哥讲老师没在哪样嘛哈，哥讲样哥听嘛。老师讲啊，老师哥哥啊，录嘞。咋？那老师哎呀，那不是啊嘞？这不个老师翁主，这不个张大爷翁主过来嘛？喏，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少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啊，不是啊，脾气张没有太热，脾气张我也没特别啊，不喏。爸爸是工程师，工程师是1年。皮卡 engineer 皮巴嘞，爸爸是工程师。那老师讲哪里？过米巴也老干部。老师我但是就是说老师阿谁也看你。老师我帮侬，老师讲哪里？哎，现在一看你这样路嘛，隔壁拉妹妹呢，那老师没办法回答。你有切切片皮我什么表？你哎呀，现在皮隔壁嘛，那你皮巴老了，你还丢路表去的，你皮也老干。老师，你阿谁没给？那也同样路嘛，拉妹啊嘛，老师变皮皮呢，切切你拉妹，老师们皮哪样呢？就是他，因为老师是老娘们。哎，妹妹干嘛帮妹妹呢？就是的啵。然后老师干不了妹妹呢，干不了妹。老师，老家那撇呀，因为大我没有，没就是说，因为老师的身份表现在你那嘛，就没老师变撇，所以老师底下的应该阿弟也撇着，请干不了妹妹呢，妹妹所以，这啥啥没人，老家那给咱们学嘛，底下没有阿弟媳妇的，老师们变不撇了，这老没见着老没一样的，所以老没表现，但是没干不了妹妹呢，没比较夸张了咯。哦，爸爸是工程师，阿撇个 engineer 撇的，工程师。工程师就是 engineer， 那老师你们 S A 都属于搞，明年都把老师定他了，所以你们偏不理解啊嘛？工程师啊，偏个 engineer 偏把的，是不是爸爸反正就是 engineer 工程师，爸爸是工程师，爸妈老老的。再一个嘛 ，ATH 嘛，工业部，工业部是24年的阿比维基塔纳，在工业部上班，engineer 个24年的阿比维基塔纳嘛，六六八的，在工业部上班，24年的阿比维基塔纳嘛，六八的，所以张老师阿皮，张我没说比比着，阿皮不嘛，六六的说，老师没说比差劲，皮八的，但是面对面皮个，就是说声音感皮的，不嘛，六六的，面皮个张谁阿皮的。爸妈老老的，哦，挂过标榜侬，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那那个侬没有爸爸没事，没事就这样了。我侬老师不要气也好呗，老师你们妈妈找没事呗？妈妈是会计师，会计师，会计师是老师啊，是一个会计师，会几个老师会呢？其他的会也就不呗侬，几个会，可是老师几个单拍照蛮起嘛，老师会计师某。会计师，会计师这边个是一个，啊，每个是应该批的，不嘛？老说在银行上班，在银行上班，爸妈啊，老老的，啊，爸妈啊，老老的，所以啊，每家我老说的嘛，没事别谈的，啊，这样表白说的行，就是爸爸是工程师，批个 engineer 批罢了，不嘛？老的嘞。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在银行，银行就是办，爸妈留着吧嘞。会计师是应该 ，engineer 工程师，类似的阿比文集团呢，工业部，工业部办就是银行。那老师我讲到这个啥从底端拍片嘛，因为等你他我底下录进录。自我介绍，刘老师欢迎你上我们老师 ，SM 片片的 video 也铺路的。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上次好吗？下楼。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好，我他们说不要呢，大 S E 哦。哦，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那个子宝念一下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那个谁，这还是的。
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好，那个谁，袋鼠哥哥。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文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好，那老师介绍了我姐姐，姐姐老师你们姐姐几十岁了哦？我姐姐挂过病来呢，我姐姐是护士啥？读哪边？我姐姐是护士，我阿妈个读哪边去吧嘞？读哪边说老师姐姐不在医院上班，是有吗？阿六的吧嘞？所以老师弟弟要米达苏弟要去睇他，这米达苏弟要去六姑老师没识别不？喏，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牙医啥多少位？牙医就是多少位？啊，过了多少位？去吧嘞，在诊所上班，诊所就是西看，诊所啥？西看嘛，阿六大把的，在诊所上班。所以老师的嘛，爸爸耶，工作我没在比比多比，妈妈耶，老公没在比吧嘞，姐姐老爷，哥哥老爷变表牙医。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做小的在诊所上班，你妈的爸来着，你妈的叫没识别嘛，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二年级学生，国中是老师阿雷的，二年级说老师啊，差不多嘛吼，国中二年级学生，差不多早读去吧嘞，不吼，那么国中一年级就是哪的嘛，国中二年级就是差不多早读去吧嘞，我也是学生，也是阿雷呗，阿雷叫哪去吧嘞，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阿嘎罗就是 second year student university second year student 去吧嘞，不，所以老师的妈咪当时我也。的巴拉里面说 DLC 哈里我们说没设备他不好了说三年从别没列进去啊哦但你他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好一起说啊阿丹妮阿丹他那得查什么呢咋了我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姐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好下面啊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文少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他银行上班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啊一推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尚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
在金属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的好，一一说，自我介绍。阿龙，等下来问哦。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杰，我家有六个人，他是我们爸爸妈妈和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高中一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说二年级的一年级的麻烦人了。那老师咪咋？我的专业就是老师美甲，老师讲的我没把那张等了，没把美甲弄着了，就是专业。我专业就是老师美甲，没有美甲。我比如说老师是流行fashion design 美甲，还是 English 美甲，还是 deal 美甲，还是老师 physics 的 chemistry 的都美甲过。专业，我的专业 subject 是 pediatric， 我也没教过英文系，西亚老师八大业 English 八大业 pediatric， 英文啊 English。我也没参加了英语上八大业批八的哦，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我也没参加了英语上八大业批八的。那老师讲到的嘛，我过也没教过太细节的，我说蛮难。那时候底下的老师弄个半批的对，我们蛮难好呗。老师你呢？几岁起呢？批的路没几把呢，那啥病病哦？哦，我的专业是英文系啊、所以也得别个吐槽，所以说啊。护照，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两个都阿都内要龙个还没有没事的不工作，啊龙没事的不做，对尼玛里呢都那样，叫那批的人龙没事的不，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阿都内要龙个啊龙没事的不，啊老师那个一票说啊，我的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尚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六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好，那老师，我们家人算阿鲁米达族啊，平日我老师懂的，平日就是老师Monday to Friday。平日就是 Monday to Friday， 等于哪里到家不？我也过平日路过的。我们家人平日都你等于哪里到家，我也老妈的不在家，没有家嘛，我没有家，应该没事。然后说不在家说，应该没事。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我都没在家弄啊。哎 ，Monday to Friday 嘛，我也老应该没事不？都阿龙个去上班或者。睡上班上肉端着的或者打妈妈后上课站在家里的脏端着的不，所以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平日的别个 Monday to Friday 我也龙不在家，因为我们是不多去上班或者说打妈妈后上课站着的。我现在学习中文，我估计有啥点有你吧的，我实际现在当学习外中文 object， 我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我丢啥的呢？东啊西的，我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老师讲到我丢啥的呢？讲到古一不？我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我丢啥的呢？东啊西吧，比的。老师，变变，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去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好，那老师，上年从编秘书啊，自我介绍那个木茶。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杰，我今年21岁，
我家里有六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好，那个素颜主任说呀啊，就我这是，大家阿光来说呢。孙瑞珍，哎我，梅丹伦，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杰，我今年二十一岁，我今年二十一岁，我家里有六口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喊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并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高中二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人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家人分为家，都是上班或者上课。比如我现在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好，那老师再讲，如果爱这边的一个月。给予了我的中文，我也丢啥个？流利是 intermediate to advanced 就偏多哎，我喏就专精了，行不？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也丢啥？读得啦路线，流利的话，读得啦的书信，流利的话，我也丢啥？读得啦说，流利啊专精啊，流利的话，读得啦音呢？书音呢？如果给予，如果说啊。给予我的中文，我也丢啥个流利的话哦。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也丢啥读得啦的书音，流利啊，专精啊，读得啦 ，intermediate advanced 批的没有。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也丢啥读得啦的书音。我打算这位个老师啊，苗林他嘞，看门他嘞，我打算。我啊，苗林他嘞，看门他嘞，注册他嘞，打算说苗林他嘞。我打算呢，我打算
好啦，有练他嘞。去国外，国外算了算，哪个叫？去国外，去国外，哪个叫我？大比罗留学，毕业的没路，留学算了算，毕业的的。那个龙华丢啥的，读这大的所以呢？我打算去国外留学，留学是吧？哪个叫毕业的的？哪个叫嘛毕业的叫没路？到他嘞不？啊，所以老师就这招啊，你那里念了不？如果 I gave it, 我的周围我也丢啥个？流利的话，读着这所以我哪个打算看满他嘞，用力他嘞，这啥他嘞？去国外，去除了多的国外个哪个家国留学，哪个家毕业定家的，哪个家多比毕业定家没路，这他吧嘞嘞。所以如果我的周围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如果一个月我的周围爱丢啥流利的话，都在哪里？所以。我打算去国外留学，那个叫多比比亚的门路着他嘞。去国外留学，那个叫多比比亚的哪个嘞？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去国外那个叫多比罗留学比亚的家哪个？实际是皮巴嘞。我的冒险之一，冒险就是 aim， 冒险，冒险上面 aim， 面哪个嘛把别钱拿了。这样我们批起来了，一几年批起来了，六 A 门。你的梦想是什么？所以你 A 门干啥嘞 ？A 门说 A 路买来的 A 门股票，好不？哦，明年哪个月是 A 门？之一是得库八位，之一得库八位，晓得？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那个咱们毕业定在哪个？我也 A 门得库撇的嘞。啊，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偏表面声音。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那你们就没第二个秘密？如果一个月流利赚钱的，流利的话赚钱的收益，打算看满他的做啥他的国外哪个家留学毕业的家的梦想 aim 之一的库尔巴维啊，边表面说的是，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啊，那时候三个年送配呀啊，翻译一下自我介绍。阿龙来看呢，阿爸也看着呢。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少哲，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10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我的妈一下吵吧，我的妈一下吵吧，不念四九啊。我家里有6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爸爸是工程师，在，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是学生，他是国中2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2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营。我的专业为人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后。后者。这是后者。后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一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又
离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他们原本那啥，那那拍的，原本穷那底下的楼，宋爱吹自我介绍。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2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2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外国留学。去国外留学系，我的梦想之一。啊，别问了，自我介绍，你想来做哪工作呢？过路太长嘛，我比你容易呢。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小杰，我今年21岁。我家里有6个人，他们是爸爸妈妈、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和我。爸爸是工程师，在工业部上班；妈妈是会计师，在银行上班；我姐姐是护士，在医院上班；哥哥是牙医，在上诊所上班，妹妹是学生，她是国中22年级学生，我也是学生，我是大学2年级学生，我的专业是，英文系，所以我们两个都还没有工作，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已经3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就是老师我的呢，爱好我的呢，我的爱好是爱我的哪个皮巴嘞，画画不计算金，学习外语，外语的比应该需要把它这个比要把它这个说 foreign language 不哦，我有我的那个 foreign language 这个定价了批的不哦，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着洗地的爬山啊，所以对爱好就是动物写不呢，画画，学习外语，爬山，外语最老说 foreign language 第二三方 English Spanish 啊，这啥他印度巴罗 language Korea 这种巴达斯加有外语了，不呢 international foreign language。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爬山，当这大撇吧。那老师你们画的那张大过的那古贴，我那老师在哪么贴呢？那我的优点里边老师把嘞阿达切。优点，如来嘛，老师阿大姐阿那姐些，那老师讲到过阿大姐阿那姐第一路表面是老师路那边弥补路啊，咋不弄啊？我的优点是，我也阿大姐卡是吧嘞？我会利用时间，利用什么老师啊？东差的，我会利用时间说，那我请我东差整，你不说请我漂工作这边不？我不会浪费时间，浪费说漂的人，浪费时间说请漂的人，浪费钱说不算漂的。
哦，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勤工洞察的嘞，我不会浪费时间，我勤个漂泊。那老师优点啊，阿大姐，那阿念姐就是缺点，缺点，面缺点啊吧嘞。我的缺点是很容易惹的姑娘会生气，生疏嘞，惹的姑生疏嘞，难过，温暖嘞。哦，所以老师就嘛，缺点嘞，优点，我老师没说别啥。所以老师露出裤露点看嘛，面缺点啊吧嘞，优点啊吧嘞，他缺点没有美嘞，反正没来说多低不落的。那没啊，缺点是也是，没缺点那不得明明。不不要嘛，因为那些年南越南越早，南越南越什么不好没的嘞。你安南这个没不如，人民安南这个不特别没不如 discuss 了嘛，不咯？快餐菜便宜嘞，不如有点心嘞 ，problem 说好，民国多了，没利息嘞不？所以来说，咱老白忙说，留阿这好咯。我的优点就是阿大姐，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说，请我洞察着的。没落在钱，老师我是啥价的，钱啥价的，哦，什么啥钱，什么啥的，过我钱我洞察着的不？过钱我 management 刚刚落着的，钱我洞察着的，我不会浪费时间，浪费说，你说我 Facebook 东来 TikTok 说来，哦，咋那会浪费时间，钱充的呀？我的缺点是，爱阿念这个了，很容易会生气，而且这个生气的嘞，难过，我念着的。哦，所以老师，第三百个老师表面说啊，那老师那我的家人啊，你啥比说啊嘛？第那个我的缺点是提不喏，那个开碎碎蛋，我们家人。好，老师，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画鱼，还是爬山。还有爬山。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来昂浪是谁浪？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会生气。难过，我知道这是缺点不好。那么说，那是这是缺点优点，这样表面我都要提个过市场，我表面来嘛来说，我知道哪地的不？我知道哪地的这些缺点，你安内吃对，这些说底下对，这些缺点你安内觉得个不好，我告诉了哪地吧的嘞，我会啊都领的。慢慢说批评，慢慢的改变说表面的，我会慢慢的改变，看这批评的表面没路，表面怕没有表面的，得体有面，按那些讲不表看过，这个表面没他妈没有得体啊，用尽最强东西嘛不，所以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而且我洞察的嘞，我不会浪费时间，而且我做得不，我的缺点是很容易生气，我也按那就搞了，惹得不生气对，难过，我捏的。我知道这些缺点不好，你按照这里阿拉们告诉了阿弟的，我会慢慢的改变，阿弟有点改变，变了没？那老师啥？就是你注意要把啥重点说要讲哪点？我们家人平日的呢，就是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是上班或者上课。现在我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爬山，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会生气难过。我知道
这些学点，这些学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好，那不错没？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后天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靶向。我的优点是我会旅游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我的缺点是很容易因为伤情难过。我知道这些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林阳，梁云，梁云，林阳不对，梁云。是断了多少天呢？嗯，断了，别问多少。那个什么，所以对这。所以你跑去哪里？你都考那么些。我刚才都到家吧，是吧？我能到家吗？哦，老师，对啊，我们家人分别都不在家，都不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爬山。我的有电视，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我的缺点是缺点是很容易会生气难过。我知道这些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好，蓝影要不来？要不老师？嗯，对，俺要杀不对，俺杀出去白票买红豆，伊干嘛白票弄红豆？说没？不没？我们家人，我们家人平日。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我现在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好，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学习。我去国外留学是去国外。
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我之一之一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爬山。我的优点是我爬山。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浪费时间。我的缺点，缺点，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会想起难过。我知道这些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等一下，稍等一下，这一给开。那种来，其实也当不行了，是不是老面一说啊？等一下，我去。我们家人分为都不在家，都去上班或者上课。我现在学习中文，已经三个月了。如果我的中文流利的话，我打算去国外。留学生，我的梦想之一，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发现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会生气、难过。我知道学习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这些缺点不好。这些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那怎么办？我长大的时候，长大啥子来的？你们都学要来的。我长大的时候，我学要路行呢。我长大的时候，我长大要 speak up。我长大的时候，我学要哪路行？我想要我去呢。当做了 PD 目标了，当成功的商人明白撇起来了，老师撇起来了，是一下了。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做了 PD 目标了，成功的奥秘呢，商人说 CY business man。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成功的商人，我越要路行啊，奥秘的 CY 的 money 要去学了不？当做了 PD 目标了，冒水，我想要当老师。我想要当老师，上个先嘛叫 pitch 呢，我当了 pitch 的目标的嘛。那老师的嘛说嘞，当成功的人，成功是奥秘呢，奥秘多不能 educated successful。那杜国老师能表那个对吧？成功的商人是 CY businessman。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成功的商人，我奥秘我进来嘛，又要来奥秘的 CY 嘛叫 pitch 呢。然后 be not to not， 我会照顾我的家人，我会照顾我的 user 没照顾上 take care of user 的，我的家人我没照顾我的 user 没，希望妙丽呢有一天等你嘛，有一天说等你嘛，我的梦想我也爱买的会成功，奥秘没路用起吧的等你嘛，有一天等你嘛，我也爱买的奥秘没路用起的。
所以老师的妈的呀嘛，阿比瓜脑松背没事不要，那怎么样？哪趟没呀？别这边，基础点讲别别话嘛，谢谢大家，阿龙哥基础点嘛的不？哦，我讲大的时候，讲大，讲大，阿月要来的，阿老哥阿月要得，阿请得住了的，阿请时候，我讲大的时候，我想要当阿爸嘞。屁的目标啦，屁去的，把屁去拿了。奥面的成功的 businessman 商人，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成功的商人。吐纳，然后我个比如说里面读我嘞，米大叔哥，我会照顾啊。比如说里面我的家人，我米大叔哥，比如说里面，比如说嘛，希望苗栗那嘎了，有一天 one day。真的吗？我的梦想，我也一样的，为成功，奥秘里面路，用力吧嘞！谢谢大家，阿鲁基苏迪吧嘞！那我说的话别说，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成功的商人，然后我会照顾我的家人，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会成功。谢谢大家啊！那老师讲到了说啥？从边没有手表边没帮着，就是老师主要是一旦错过。那老师讲到了一旦错过，老师我们再一点吧嘞说，就是。被那啥的说的，如果我在周围流利的话，哎那啥叫你叫到你这些，片照了的对，身边我咯。如果我在周围流利的话的片，我用三张小路卡的片，我开马速路。流利的话，就这点属于，我打算去那国外，我也没开呢，去国外留学，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这一说。这户吧我也不知道。我的爱好比如说老师就是画画是我的爱好之一，东亚人画画是我的爱好之一，说不记说两个爱我的那的户吧我也不知道，就东亚人。哦那你们说那个去国外留学是我的梦想之一，那个咱们边家的那边爱也应该这户吧我也不知道。我的爱好是画画，学习外语，还有爬山。我的优点是我会利用时间，我不会浪费时间嘛，让我练练呢，反正不是练哦，浪浪是声浪，浪费时间。我的缺点，吹啊吹啊吹一声吹，缺点就是 unnatural。我的缺点是很容易会生气、难过。我知道这些缺点不好，我会慢慢的改变，哦，慢慢的改变，慢慢的。慢慢的 PPC 改变了了没？我长大的时候，我想要当成功的商人，然后我会照顾我的家人，希望有一天我的梦想会成功。谢谢大家。那老师问了，你作为我 SCD 老师，